今天我回苏州了，我姐夫非得带我来吃一顿饺子。上车饺子，下车面吗？听说这是百年老店啊。对。你家特色的凉拌菜。大凉菜。对。然后再来个皮冻，够吃了吧？咱俩。再做点凉菜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，就给你吃饱啊。我回来这次胖十斤。你不加个肉菜啊？你光吃素的，到时候你再吃不饱，回去跟你姐说吧。来，给我加个溜肉段。看姐夫把话说的，我回去不告状才怪呢。但是这次呢，确实来吉林让我姐夫破费了啊！好吃好喝好招待的，给我整的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小舅确实能吃是吧？那不应该的吗？再尝一尝啊！吃点好的行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上车饺子下车面。我姐夫看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国民好姐夫，当之无愧呀！别搞，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香的驴肉蒸饺子。真香，我还得来一遍，一脸的满足感。好吃，美女再给我加一份驴肉馅蒸饺啊！啊，刘段上来你尝一下。咋样？多吃点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现在已经吃完饭了，一会儿准备去苏州了。我媳妇儿还有我姐特别喜欢吃吉林的煎粉，现在去准备打包给她拿回去。有何煎粉，你好老板，上次你记不记得我说要打包煎粉拿外地，给我打包吧，我拿回家自己煎就行是吧？对呀。然后料口啥的都调好了，按四碗的调就完事儿。行，这玩意儿像皮冻似的，是吧？感觉像皮冻，就是粉面子，淀粉。就按我说的，我回家自己卸点麻酱，哎，想搁多少搁多少就完事儿。好嘞，到吉林火车站了，坐高铁去长春龙家堡机场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好啊，姐夫。啊，你赶紧办事去，我都说了不用送我，非得给我送到这儿。下次再见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次回吉林待了半个月，你非常想我家小小胖啊，今天晚上就能见面了。行李已经托运完了，刚才超重了4公斤，给我姐买的东北土特产，要罚我80块钱，我把东西又拿出来了啊，是不是省一袋大米钱？刀花香暗号，现在准备过安检了。现在已经到无锡机场了，取完托运行李，叫了一个网约车，直接到苏州。这个是我行李。到苏州得多长时间？还有1个小时就能看见小小胖了，开心呐！
上九点了，才回来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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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儿子，认不认识我了？乐了，乐了。认识不？谁呀？想不想爸爸？谁有的？不想。我姐穿这么多呢。没有，刚买的衣服是穿一件了。啊。进来呀。大人胖这样呢、啊、说谁呢？你看你自己姑姑挺累的、啊、那姑姑喂的老好了、哎、天天排骨炖面条，来爸爸喂我。哎呀，还认识爸爸呀？哎呀，我儿子胖这样似的呢。关门。还记得爸爸歌声不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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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但好像没有之前那样儿了，老爸、嗯、没有那么热情了，是不？忘了给爸爸，对不对？亲一口，抱抱，亲爸爸一口，抱抱，抱抱，阿爸抱抱，你得把脸贴过去点，亲一口，亲一口，抱抱，完了，完了，哭的不行啊，抱抱，抱抱，我亲你的儿子，洗洗手吧。想死爸爸了、啊、洗洗手，先洗，进屋先洗手。我姐在家带孩子辛苦了，买点咱们东北的特产松子儿、榛子。嗯，这个是你们要吃的那个碱粉，碱粉，嗯，带料带料了。行，麻酱自己兑啊，这是给我带的。嗯。Thank you。这是给我的，都给我的。是，吃吧。这是料。那是串料。串料。你喜欢吃羊肉串吗？拿回国去的啊。啊。我上那块学的。那没啥了呗。没了。这火锅底料。这咱们拿回国去。嗯。明天就上车了。嗯。出去一趟，我一年就带农村，那一样手里都没有呢，是吗？哎呀，拿不动了，这都超重了。这超重啊？就是10公斤，超4公斤，我拿出来的都，要罚我80块钱。因为我们之前是国际航，是。我也是，没啥东西。这超重了。那你儿子一个玩具啊？嗯，我儿子不乐意了，看这孩子在这块。小小胖，想死爸爸了。最近我生气了，最近又胖了不少啊。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呢。那吃吧。嗯，我和姐夫中午吃了一顿饺子，我现在没吃饭呢，点了一份黑椒饭。现在不也是双十一了吗？咱俩明天6点钟直播呗。嗯，是不是？嗯，整点活动啥的。行，我吃完饭洗洗睡觉了，累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拜拜，跟爸爸拜拜。哎呀，飞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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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我。飞吻，飞吻，飞吻，飞吻。飞吻。